为着要响应朴友基金会所推展对着偏乡学童的教育，由暨南大学图书馆来牵头，包括着保利镇立图书馆、暨南大学附中等图书馆共同捐赠了2500本的册，要来给朴友基金会。而且的册主要是要提供给全省偏乡地区的囡仔来使用。除了学校甲乡镇图书馆来响应以外，基金会也欢迎爱车民众共同来响应捐车活动，共同为偏远地区的囡仔教育来努力。小朋友围伫册柜头前，专心看手中所提的册。这的册内容是相当丰富多元，而且编写方式具有互动性，更加是真侪囡仔唔捌读过的册。对因来讲，这册是相当有吸引力。因为这些书很有趣，然后讲了很多故事。这样的书以前有没有看过？没有，很丰富。为什么觉得丰富？因为里面有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个书好不好？好。看书有什么好处？可以让人变知识又聪明。因为它里面它有很多介绍很多昆虫，然后都非常有趣，有非常。这样的书以前有没有看过？响应朴友基金会推广偏乡教育理念甲用心，暨南大学图书馆结合保利镇立图书馆、暨南大学附中等四间图书馆共同发起捐册活动。四个图书馆总共捐了2500本各种册籍予朴友基金会，希望协助偏远地区孩童会当有更加多元丰富的册通看，加深文化学习的层面。对有近乡乡孩童的学习距离带来帮助。没有针对哪一个地区，如果愿意的话就去做这件事。小朋友如果文化刺激不够的话，他一定吃很大的亏。所以我们就希望我们的小朋友能够有更多的书来阅读。那我们这四座图书馆呢，总共募集了2500册的童书。那这些童书里面呢，有很多是非常制作精美的绘本，以及互动式的一些英文的学习教材，所以对儿童来讲应该是非常有用的学习资源。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能够抛砖引玉，能够让社会更多的爱心跟资源能够关注到这个偏乡地区其弱势儿童教育的这一块。基金会表示，捐册活动主要帮助的对象以国中小学学生为主，希望社会大众会当共同响应，为所有偏远地区孩童提供更加多、更加好的册甲学习环境。有兴趣捐册民众会当透过基金会网站查询，也是将要捐的册直接送到朴友基金会位于全省所设立的16个服务据点。记者王兆成采访报道。